圣诞节。十二月圣诞节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圣诞节吗？圣诞节。圣诞节，圣诞曲线纪念日，圣诞节。圣诞节。我的生日。Santa Claus。Santa Claus。不知道。好。Santa Claus。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。Santa Claus。Santa Claus。哦，对对对。Christmas。Santa 什么的？哎，对 ，Santa 什么？Jesus 乱讲，Santa Claus。那你知道那天以前有放假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知道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像小时候有。好像是放行宪纪念日。有放假。哎。好像是什么行政纪念日啊？行宪纪念日。哦，行宪纪念日。其实不太清楚。因为行宪纪念日啊，台湾有那个。我不会想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忘记了。叫行宪纪念日。台湾有一个什么？对对对，台湾有东西。不知道。以前是因为是行宪纪念日。对。对，现在应该要放假，因为现在是圣诞节。这个不清楚，这是国外的节日吧？行宪纪念日。对。国定哎、欸，什么纪念日？行宪纪念日。好，那你知道中华民国几年开始实施宪法？六十吗？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不知道，没关系。中华民国几年？不知道，第一年。36年。宪法应该民国一年的时候开始实施吧？不清楚哎、欸。不知道。没关系，36年啊，36年是好 ，OK 哦。中华民国宪法有五权，你知道是哪五权吗？忘记了，没关系，不知道，我知道民权。好，没有民权，没有民权，行政权、立法权、监考权、考试权跟司法权，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。好，没关系。一个是行政。一个是立法，那另外三个是不知道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，最后一个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最后一个是就是监察，监察院，没关系，我给你两个提示，一个叫行政，一个叫立法，那还有那个考试啊，再不读书吗？考试，再不读书吗？我忘记了。